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呢，玩乐主播来到了长滩岛，长滩岛的 Station One 的地方哦。那么现在呢，是这一整天呢最漂亮的时刻，也就是它的 Magic Hour。Magic Hour 是什么时候？就是黄昏的时候。看一下我后面的，有看到太阳哈、哦？对，没错。哇，在这时候呢，因为白天的这个长滩岛是非常的晒，走到哪里都好像快要融化的感觉。但是就是在这个五点左右，五点到六点之间，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呢，是这岛上最美最魔幻的时刻了。所以呢，你看现在沙滩上都是人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嗨，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那么来到长滩岛能玩什么呢？很多人说呢，在傍晚的时候坐这个风帆哦，非常的舒服。哎，风帆 ，How much？ How many？ Two people， how much？ Oh， two people private， one private？ Yeah， no， no， together。So， I give you 1000， 一千块 ，too expensive。How much？ How much？ How much？300 我沙太大了吗？他刚刚跟我说他1000块一个人，我觉得太夸张了。对，好，没有关系，玩不到风帆，我们继续走，在沙滩上走也蛮有感觉的，对不对？哈，哇，你看现在呢，这些小贩呢、啊、就是要拉客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们也要争取这黄金一个小时，因为再过了时间，天气晚了哈，可能呢也没有人要玩风帆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天黑了，这里其实基本上海滩就是乌漆麻黑的，那大家呢就会跑到这个岸边哦，来开始吃这个炭烤，对不对？哇，啊，真的很棒，长滩，你一定要来哦。